我们现在要来讲删除指令。我们先画圆，就随便的尺寸画一个圆，然后我们可以再画个矩形，随便画。那画完之后呢 ，ESC 结束嘛，那我们按这个矩形，然后按环形阵列，然后中心点，然后让它排列，然后关闭阵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按这个删除指令，删除，它会叫你选，你就选它，选它，点点，选你要删的东西，然后按空白键，它就全部都删掉了。空白键或 Enter 都可以。